是阿哈。大家好，我是你的乐乐，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踊跃的给我们点赞、收藏、投币、转发哟。如果可以的话，请点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把节目做下去的最大动力。本期的节目呢，其实是一个半铁坑的视频，因为在我们的留言和弹幕里面有很多的小可爱说，让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首饰。对，我觉得夏天到了嘛，然后首饰其实也是在我们夏日着装里面算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对，而且首饰呢是我自己的老本行，我本科在同济大学，然后研究生在中央圣马丁读的都是珠宝设计，所以呢，在本期视频里面说到知识点，我全程负责，欢迎大家来告，不怕告，对，以我为准。因为是第一期关于珠宝配饰的视频啊，算是一个入门视频，所以在本期节目中呢，我们会以大家询问度最高的耳饰来作为例子，怎么样根据自己的肤色啊、脸型啊来挑选适合自己的耳环，并且呢也会给大家科普一些非常经典的耳环款式，这样子让大家在剁手挑选的时候更加的有参考性。在本次课堂里面呢，用的教学教具都是来自各个时代的古董耳环，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给大家找到相似款，所以如果有钱包养的小可爱呢，也可以放心使用。这样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作为局外人，你为什么把它们称为配饰而不称为珠宝呢？因为珠宝这个词它是以材质来对一些首饰进行分类嘛，珠宝顾名思义就是珠玉和宝石，那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些古董首饰呢，它们的材料都不能算上珠玉和宝石，就是垃圾。不，他们只是配饰啊，所以有很多博主啊在起视频名字的时候会说我的珠宝分享嘛，实际上他们分享都不是珠宝而是配饰啊，就别往脸上贴金是吗？多高贵呀、啊、你真会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在这里就是小小的纠正一下，就给大家区分一下。那我们有机会看到你的百万珠宝盒吗？那大家想看吗？不就是点赞吗？你说点赞多少呗。如果大家看完这个视频有兴趣看我平时佩戴一些更好的珠宝的话，那五千对于大家来说想看的话还是能打包的，我觉得。嗯，那就看大家想不想看。因为之前在视频里面大家总是会问阿哈的那个项链呀、戒指呀、耳环呀，其实那些都是他的珠宝，是珠宝而不是 accessory。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就可以那一期再多聊一些一些宝石学知识，我们都可以在那一期再说一下啊。所以是挖了一个鉴宝栏目的坑，大家带着榔头来听课，发现假货啪敲碎。为什么本期的教具我们会选到一些古董的耳饰呢？是因为它会涵盖了历史上各个时代一些经典的款式，而且啊，它们的造型也具有各个年代不同的时代特征。在这里呢，我们就按照时间推进的顺序给大家举例说明。好的。那首先我们来到了40年代，1940年左右哈，那个时候流行的耳饰呢是像这个款式一样的。那大家能看到这个耳饰就是以自然主题花卉植物作为一个灵感来源的。其实啊，所有艺术演变的过程都是挺相似的，都是从模仿到创造，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大家的灵感来源就是模仿自然里面的一些元素。而当时普遍的社会审美标准呢，还是以女性化为美，希望女生都是非常柔美的、娇艳的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当时的女生就很喜欢佩戴这种带花卉的胸针啊、耳饰啊来装扮自己。我们知道啊，这40年代是迪奥创始的一个年代，然后迪奥先生就特别喜欢花草，比如说玫瑰啊，然后铃兰啊。对，迪奥也推出了那种摇曳身姿的 new look 嘛，对，来凸显女性的身材和身姿。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女性啊，经常就是一个盈盈一握的腰肢，再配上这种俏丽的花卉首饰，就显得整个人就是曼妙身姿，仿佛是历史当中的一抹倩丽的剪影。当时这个螺旋式的耳夹以及耳夹呢开始慢慢的流行，而且有一种超过戴耳针的耳饰这样一个趋势，因为耳夹呢可以让工匠们把这个耳饰做得更大嘛，就符合了当时的一个审美需求。接下来呢就来到了 swinging sixties， 60年代，就摇摆舞的60年代，是个非常欢乐的年代，思想空前的解放。对，在6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耳饰呢，就是像这个很可爱的花花耳饰，之前也有小可爱在视频里面询问哈。其实这种塑料耳饰早在1930年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小小的风靡过一阵，因为当时普遍大家戴的都是真金实银的，那塑料的配饰呢在价格上会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在当时小小的有一些风靡的苗头，但真正让它大行其道的呢，就是在我们要说的60年代。那为什么这个样式的耳环会流行呢？那是因为当时啊嬉皮士运动盛行，哇，很适合你哦，有一种要带着他去打麻将的感觉。上次那只火油钻不肯买给我，
因为当时啊，嬉皮士运动盛行，年轻人都高举着 Flower Power 的标语，身着带有花卉图案的衣服啊、首饰啊，就彩色审美在当时成为了一个主流。嗯，我们在这里科普一下 Flower Power 的这个来源啊，其实当时加州的青年们对反越战的一个口号，对，他们当时去抗议，然后给那个警察来发放花朵。那为什么要发放花朵呢？是因为用花这种柔美的自然的元素来削弱抗议时的那种剑拔弩张的那种。紧张感。 对，当美国的青年在做嬉皮士运动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英国非常著名的设计师 Mary Quant， 他呢也是在当时推出了就是非常有突破性的迷你裙，是的，以及带有花卉图案的一些非常明亮鲜艳的衣裙。对，而60年代当时的 icon 超模 Twiggy， 就是那眼睛忽闪忽闪的娃娃脸模特 Twiggy 这样的形象，以及 Mary Quant 这样设计师在当时对时尚的推波助澜，也导致了花朵在衣服以及首饰上被大量的运用，这整一个浪潮被推到了高峰。这里啊，可能很多小可爱会有个疑问，那40年代也是花卉，60年代也是花卉，这个花卉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可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40年代的花卉啊，它实际上大部分还是以描摹的形式来直接展现自然当中花的样子，而这一个60年代呢，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很抽象、很几何的一个形象，是被提炼过的一个设计语言。这呢，也是展现了当时大家对陈旧的审美的一种摒弃，以及对未来新的潮流的一种欢迎的态度。是，那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梵克雅宝的四叶草系列，也就是1968年推出的。其实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梵克雅宝它也是一个几何图案，非常抽象的，实际上和这一朵小发发它的外围是差不多的一个样子。正是因为它这种提炼过的设计语言啊，使得它的整个风格可以一直流传下去，以至于我们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非常推崇这个四叶草系列。过了60年代，紧接着就来到了我们已经说烂了的70年代了，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年代。70年代就是一个迪斯科的年代，一个摇滚巨星的年代。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面呢，没有低调这一个选择，所有人都是张扬奔放的明星。所以在当时啊，其实是个百花齐放的年代，各式各样的耳饰呢都是屡见不鲜。但是啊，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个款式，可以说是以大宝石为主的一个审美。对，70年代的音乐 icon 女神 Cher，他就是那个年代最好的代表人物了。他在演出的时候啊，时常都喜欢戴那种大颗的宝石，特别是绿松石，那种洋溢着活力的蓝色。像这个耳环，它就是非常有70年代风格的一个耳环。是不是立马感觉要去歌厅了？真的感觉很像歌星哎。对，我们是来消遣的，你是来做什么的？我比你们高贵，我是来赚钱的。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种就是非常蹦的这种配饰，对，因为我觉得配饰需要有存在感。那像这种大宝石的配饰啊，就是在当今的时代也是被各种演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一副琥珀的耳环，说是琥珀样子，实际上它是树脂做的。但是呢，它现在并不是迪斯科女孩的最爱，而是呢在 Instagram 上面一下子爆火。因为这种琥珀自带的一个黄色的暖调，让人有一种很温暖惬意的感觉，就变成了 Instagram 上面法式博主的一个最爱。是，而且它这种不经打磨的这种随意感，就很符合那种法式女孩 carefree 的感觉，就既复古又随性。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下80年代。80年代呢，虽然有受到70年代的影响，但是它最有代表性的还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款纽扣耳环。纽扣耳环顾名思义，就是长得像纽扣的耳环。大家肯定见过自己的妈妈在年轻的时候拍照的时候，肯定有戴过这样子的耳环。是，就一戴就很有年代感。对，为什么它会成为当时女孩们的一个最爱呢？是因为当时大家的造型都很夸张啊，女生们都很喜欢烫那种巨大的大波浪。那大家知道啊，头发一大嘛，你如果戴那种非常细巧的耳饰，就根本就看不见，被淹没了。所以啊，就是当时的人们的化妆啊、造型啊，就决定了这样子的耳饰会比较受欢迎。其实现在啊，这个风格啊，就一想，就我们一看到它，会想到 Chanel 的那种经典的那种大耳饰、大纽扣耳环。对，为什么呢？因为啊，香奈儿本人 Coco Chanel 女士，她本人就是纽扣耳环的一个忠实粉丝。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她流芳千古的一些照片啊，在里面她都是戴了纽扣耳环的。而且呢，在80年代这个纽扣耳环盛行的时代，Chanel 请他们的缪斯女神 Ines
就是和优衣库做合作款的那个 Ines， 请那位女神来拍摄品牌海报的时候啊，里面也是都带着这种纽扣耳环。我觉得这个风格就是还挺隽永的，就是如果你一旦想做复古造型的时候，你搭配这种耳环是肯定没有错的。嗯，而且大家可以发现啊，就现在一些 vintage 的古董 Chanel 的配饰，一般性大家能找到的耳环都是这种纽扣型的耳环会居多。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这耳环就觉得很有小香风，或者说很有复古风。而作为我另外的一个很喜欢的 fashion icon。就是肯尼迪夫人，她在出席各种活动的时候也大量佩戴这种纽扣式耳环，对，整个人风格就很复古的那种感觉。对啊，她标志性的戴一个小帽子，穿一件一字领的套装，加上一个纽扣耳环呢，就会显得这个配饰既有存在感，但是又不会很突兀，符合她这样一个第一夫人的一个身份。是，所以啊，端庄隽永的风格就让纽扣耳环和优雅复古这些关键词永远的联系在了一起。那以上呢，带大家粗略的了解了一下，就是各个经典耳饰他们是怎么由来的，以及背后一些有趣的小故事。那相信大家看了那么多，钱包是不是有一些蠢蠢欲动了呢？那其实在购买耳饰之前啊，可以了解自己适合什么样的首饰啊，搭配啊，会在剁手的时候更加有的放矢。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从肤色以及脸型两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耳饰。首先呢，我们先从肤色开始讲起好了。其实肤色啊，讲的粗略一点的话，就是可以分为一个暖黄皮以及一个冷白皮。是。那大家如果不知道自己是偏什么肤色的话，可以举起自己的手看一下自己手掌内侧，就是这一块。这一块可以看到有静脉嘛，可以看一下自己的静脉，如果是偏绿色的话，那你就是偏暖黄皮的。我就是偏绿。对，我也是偏绿。如果你的静脉就是你看上去是偏蓝色的话，那说明你是冷白皮。那有你这又绿又蓝啊，就看哪一种颜色会比较多一点。哦，因为我本人是黄二白嘛。对，是黄二白，就说明我们的肤色里面是既有黄调也有白调。但是黄调是占主导的。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亚洲人都是黄调占主导的一个皮肤颜色。那偏黄的皮肤呢，就比较适合戴金色的首饰。当你佩戴金色首饰的时候，会显得自己的皮肤更加的白皙，从而更有气色一点。那如果佩戴银色的首饰的话，有可能会显得肤色有一些暗沉。那冷白皮的小仙女啊，因为她们自己的肤色里面有粉色这一个基调，所以在选择首饰颜色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雷区。就金色的银色的或者玫瑰金的都可以随意的选择。玫瑰金最近很火呀。对，我发现就是有很多小仙女啊都非常的喜欢玫瑰金这个颜色。但这里真的要坦诚的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本人是很少有玫瑰金的饰品的，因为玫瑰金里面自带的那个粉调和我们的黄皮肤放在一起之后，会显得我们的皮肤更加的蜡黄。实际上对我们就是亚洲人这个人种来说不是一个很友好的颜色。但是啊，这个理论其实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在高级珠宝的领域，有时候为了衬托一个主石的颜色或一个主石的品质，会相对应的选择不同颜色的金属来做搭配。那在这里呢，我们也不赘述了，如果大家就是想去了解的话，我们可以放在下一期的那个珠宝盒里面给大家分享。好，挑选完了颜色，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脸型对于挑选耳饰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那脸型大家可以大致的分为这六类嘛，就是有鹅蛋脸啊，有方脸啊，有圆脸、爱心脸、菱形脸以及梨形脸。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如果你是鹅蛋脸的小姐妹的话，那请你出去，这个方脸的频道不欢迎你。没有啦，要恭喜你，因为鹅蛋脸啊就是个万能脸型，你可以随意的购买，心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钱包允许，是任何形状的耳饰你都是很适合佩戴的。你看优等生就是好，你还记得 A班就是好，老师根本就没有什么要点评的，就好像小时候批卷子，只有我们这种差生要去办公室列别高顶证，对，顶证，然后老师要跟你说一大段，优等生根本就不用。好，接下来啊，来到了 B 班。开玩笑，这里没有ABCD 等级之分啊，就每一个脸型都可以很美的。接下来呢，对于方脸和梨形脸的妹子啊，在脸上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有棱角很分明的下颌角，就这里一块会比较宽一些啊。那为了修饰这个比较硬朗的这个线条，我们在选择配饰的时候可以选择比较圆润的一个形状，比如说永远不会错的经典款式这样一个 hoop。它在戴上你的耳朵之后啊，会呈现一个小圆圈的样子，这样的圆形带圆弧形的线条呢，就可以中和掉下颌线这里的一个凌厉感。会显得整个脸更加的柔和，气质更加的温婉。那像 hoop 这种啊，实际上是建议在挑选的时候能选直径比较小的，就像这样小小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佩戴这样小直径的，或者是像这样
纽扣耳环直接贴着你的耳朵这样的配饰的话，它是可以让人的视线集中在你的耳朵这里，从而呢就不把注意力放在你的下颌角这边大的地方，会在视觉上面显得下巴会更尖。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的不只有刚刚说的 hoop 耳环，还有像这种纽扣耳环都是可以的。这里啊我们就要再 Q 一下那个 fashion icon 啊，肯尼迪夫人了。因为肯尼迪夫人她就是一个方脸嘛，而且就是其实脸的这个长度还挺短的，因为方脸的人会给人感觉是一张高级脸，是一个超模脸，但是会有一些凶，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圆形的耳环就是可以去掉你的一个侵略性，从而留下你的优点。另外在选择长度的时候啊，特别要注意梨形脸以及方脸的小可爱们，不要选长度正好到你下巴的，因为当你的耳环下缘和你这条线连成一条直线的时候，就会让人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的下颌线这里，从而就会显得脸更方。对，所以就是建议大家要不就是挑选贴着耳朵的，要不就是挑选长的。那如果你是圆脸的妹子呢？这是啥？这是个圆脸。如果你是一个圆脸的妹子呢，那就在挑选耳饰的时候可以注意挑选带有直线条的这样子一个耳饰，就像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个，它是一个多边形嘛，圆脸因为它脸周是一个很完满的很饱满的一个状态，会显得人很可爱，但是不免有一些稚气，所以当你戴这一种就是比较凌厉的线条的时候，就会把你的稚气给打破，而使得整个人更加的摩登时髦一点。然后在选择耳环长度的时候呢，也可以选择比较长的一个耳环，比如说像这个耳环，这样的长耳环啊，它是可以在视觉上把圆脸给拉得更长啊，怪不得我也显得脸我的脸更长。或者有另外一个选项，也可以佩戴这种不对称的耳环。哇，这个耳环真的很好看耶。对，这种不对称的耳环也会把圆脸会显得没有那么的规规矩矩的，从而显得脸型更灵动一点。太好看了，这个就很有艺术感耶。这很像那个 Simon Rouge。是。但是它是一个古董首饰，它不是。如果你是爱心脸或者是瓜子脸，就下巴特别尖的小姐妹，整个脸最宽的地方是在这半段，然后下面就这样收进去了。所以啊，在选择耳环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上窄下宽的这样一个耳环，来弥补一下就是下巴两侧这个空余的一个空间。那像这个小花花耳环就很好的能做到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就是上窄下宽这样一个正梯形的一个样子。露露可以试一下，因为露露脸比较瘦，当你戴上的时候它是，这个是挺好看，会补，把我这边补齐一些。它是填补了就是后天很搭耶，它是填补了就是露露下巴旁边这一段空余，就显得你整个脸的下半部分会更加的圆润一点，就更加的饱满。大体量的这种耳环呢，实际上也很适合菱形脸，我和露露两个人都是菱形脸。所谓菱形脸就是你脸上最宽的地方是颧骨，所以呢就是这种大体量的耳环也可以平衡你整个脸的宽度，从而使你突出的颧骨看上去没有那么宽。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就我戴着半边耳环，就明显右边会显得，虽然脸还是一样大，但是会显得右边的颧骨没有那么突出，所以把你的脸型修正得更好了一些。对，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个经典款式呢？如果你觉得本期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就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收藏、转发、投币哦。如果可以的话，请点个关注，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拜拜。